这就是最近网上很火的刘禅翻滚万爆流的猪庄和冥顽。原作者说了，这套刘禅的猪庄，那是一个翻滚秒一人，一个一技能秒一人，上个王者什么的根本就不在话下。我就纳闷，你说刘禅他一个小辅助，他能出暴击出装吗？他能出暴击出装的同时不被人揍吗？这让我非常的纳闷，所以我今天就来试一试这套猪庄，我倒要看一看他到底会不会被人揍。这刚过了四级的大关，我上路的日子那过得那是十分悠闲。直到对面的吕布请来了辅助，我的天哪，打我一个辅助你还请辅助，那我也只能一技能击飞，大招一开，二技能夹晕，一个斩杀，再来一个普通攻击，无坚不摧，二连击破。我的天哪，这个伤害前期我刘禅不无敌吗？这无敌的我又对对面的红 buff 起了兴趣，我又来到了对面野区，又碰见了对面两个人击飞夹晕，开启大招，对面两个人瞬间他就残血了，四散而逃啊。兄弟们你看这个小老虎被我吓一窜，我就夹住了他，两巴掌我就给他呼残血了，再来一个斩杀没斩掉，那只能再补一个普通攻击。后面的这个小明你还在给我闹，直接弄死。前期的这个铭文不得不说属实是个好东西啊，但是铭文前期强不是真的强，后期还得看出装啊。这套装备如果后期的出装不行，那还是不行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，不瞒你们说，六分钟我就把对面的二塔给推了，对面的人员就不服气了，纠结了两个人就过来抓我呀。我一个大招对面直接残血，再一崩杯一个夹晕，直接就二连击破了。此时我这个攻击力我感觉已经堪比刺客了，后面我就打个蓝 buff， 对面就不消停了，直接过来抓我，我的队友也顺势跑了过来，不过我的队友一个一个的都倒下了，我看不行了，那只能我上了，先把法师一崩给崩死掉，随后冲入敌方的团战阵型当中，开启一个大招，这时候只剩下一个射手，直接夹晕，还开大招。哎，宫本武藏，你抢我四连超凡是吧？不道德。70秒过后，我又来清理这个蓝 buff 了。后羿，你抢我蓝 buff 是吧？你也不道德，气得我直接冲上了敌人的高地。再看此时我这个伤害，这个甄姬他根本受不了三下呀，直接就飞高高了。对面辅助这个小明，你看我一加晕，直接晕到死。我的天哪，这个伤害！伽罗，你还敢跟我这浪？你还敢跟我这浪？你这伤害根本拿不出手，在我的面前，这秒人是不秒人，但是能抠到死啊，也是挺爽。大家也去试试这个装备吧。